眼明手快，好事就到了今天的高手拆招的环节了。大刘老师，今天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分享一些什么样的来自梅花桩拳的技法呢？但是我给大家说将呢叫一种拿法。拿法，拿法，这一种拿法呢，还有这个透拿、神拿、左拿、中拿。我今天给大家讲的。大家好，老师从业中医男科30余年，帮助了数千名海内外华人朋友通过中药调理重回男性雄风。如果你也存在房事时间短、勃起无力、硬度差、中途疲软、肾虚、前列腺炎等问题，现在就加中医老师微信574-993-200，纯中药，一人一方，治根治本，帮助你持续坚挺20至40分钟，补肾壮阳，延时助勃，彻底告别快男软男。记住微信574-993-200。自内画弧向下扭住对方的手。要点二，迅速用颈部夹住对方的手，利用头顶、肩膀别住对方的耻骨和桡骨。可既然接手时已经制住对方，为何还要多此一举呢？我如果制服了以后啊，对方又别的又打过来了啊，我打到这边，他别人来又打这边也可以啊，以一敌多的一个很好的招法，是吧？对对。再一次热情掌声，谢谢我们的刘老师和季国、季佳瑞，谢谢。